係 York 呢條片咧，咁其實我嘅片咧都好少會有介紹嘅，因為我覺得我去嘅地方咧都比較普通啦。其實大家上網咧一定會揾到相關嘅資料嘅，咁我就覺得使乜我介紹咧？咁但係今次咧就有啲唔同嘅，因為除了想分享景點之外咧，仲想分享一下大家究竟應唔應該買 York Pass。咁俾個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大家先啦。我今次咧就買咗一個 two days 嘅 York Pass， 咁就係70磅嘅。咁買咗之後咧，都要記得上網做翻一個時間預約啦。咁亦都介紹我自己咧，就係、是。我不是一個對歷史很有認識的人，我也都沒什麼耐性去看很多資料性的東西，大家可以理解我的觀賞角度，然後拿個參考啦。當日第一個景點就是 Yorkshire Museum， 我想大家都會將這個景點放在開頭，因為它是一個比較近火車站的景點。 Yorkshire Museum 主要就是講關於歷史的東西，它裡面就有些恐龍骨，有關於舊的歷史，不過我就沒什麼心機看介紹，所以我主力都是看物品。咁其實佢本身嘅地方咧，以一個博物館嚟講，我覺得都頗細，因為佢我記憶中咧，佢就係有三層嘅，就係、是、地庫一樓同二樓。但係原來佢嘅展品入邊咧都係頗多嘅，咁所以我最後咧都花咗個零鐘去睇呢一個博物館。咁我覺得大家如果有 York Pass 嘅話咧，都可以值得去一下。咁隔離咧就係一個大教堂 York Minster 啦，咁都唔需要多講啦。歐洲每個地方都一定有教堂噶啦。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使唔係教堂咧，都一定要入場睇下。咁尤其是個 York Pass 包咗啦，因為其實我覺得每個教堂咧，佢嘅歷史同埋佢以當時嘅技術能夠起到一個咁靚咁宏偉嘅教堂，係真係好難嘅一件事。咁我都會好想入去參觀嘅。咁之後咧就係、是、Treasure House， 咁呢個係一個突發行程嚟嘅，因為當時咧我係諗住行過咁。就睇下有冇嘢睇啦。佢唔係一個可以自己行嘅景點，佢係一個要跟住一個個 guide tour 咁樣去行走嘅景點嚟嘅。咁啱啦，就有 walk-in 嘅位啦，咁所以我就去咗 join 啦。因為亦都係個 York Pass 都包嘅，咁唔使俾錢。咁如果我冇聽錯咧，呢間屋咧就有一個好有錢嘅收藏家擁有嘅。咁佢有錢嘅程度咧，就係佢有好多收藏品啦。然之後佢就買咗三間屋，將佢打通為一間屋，就將佢所有戰利品咧放曬去呢個大屋入邊。咁亦都因為咧佢膝下係冇兒女啦，所以當佢離世之後咧，佢就直接將呢一間將呢一間大屋咧送咗俾 National Trust 去做一個博物館導賞。它入面咧係有啲英皇用過嘅嘢啦，有啲好珍貴嘅收藏品啦。咁不過咧，佢係因為全程都用英文講解啦。有時如果你唔小心勾咗 focus 咧 ，distract 咗咧，你就會聽唔切。咁然後你就跟唔到佢講咩。不過我覺得咧，就如果你真係 miss 咗聽唔明咧，你都可以當自己 enjoy 下，因為佢有啲展品其實都真係幾靚，亦都你會知道係好有歷史。另一個位咧就係因為佢係一 group 人咁樣去行呢一個 tour， 所以當佢講完一間房嘅時候咧，咁就會成班人一齊移動到去下一間房。咁即使你喺嗰間房入邊咧，仲有嘢想睇咧，咁你都必須要走啦，因為下一團人又會跟住上嚟啦。喺呢個位咧，我就覺得有少少美中不足咯，因為可能呢間房我仲未睇夠，但係就已經唔夠時間俾我去睇。咁我覺得既然唔使錢啦，都值得入去睇一下嘅。咁跟住咧，當日咧我就去咗一個 Designer Outlet 啦。咁 York Designer Outlet 咧都係多人會去嘅景點啦。佢係一個喺市區嘅 Outlet 啦，搭巴士大概半個鐘頭到就會到噶啦。佢入邊咧亦都有好多牌子，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大家上去個網度見到你有興趣嘅牌子咧，你都可以搭車去睇一睇，睇下會唔會買到你自己嘅心頭好啦。第二日咧就係 York Pass 嘅重頭戲。其實點解會第二日咧？因為我第一日去咧係星期一嚟嘅，咁所以當日咧其實有好多地方都休館，咁我就變咗所有嘢咧都要 pack 喺第二日，即係星期二去先去睇到啦。咁第一個行程咧就係梵高嘅一個展覽，呢個係我最成一晚嘅最嘅失望嘅地方。因為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喺香港2019年咧，係有一個梵高嘅展覽。當時咧，我喺入面係睇咗好耐好耐，因為佢個場地咧係比較大嘅，亦都有唔同地方去做 projection， 有唔同嘅片睇。咁所以我覺得咧係要花時間睇。如果我冇記錯咧，我喺香港嘅展覽大概留咗兩個零鐘。我本身以為歐洲會做得好啲啦，我仲擔心咧會唔會留低一個鐘唔夠時間睇嘅，因為我香港睇兩個鐘喎咁樣。
然後我好失望的原因是它只是在一間小教堂裡面做 projection， 然後播一條片，然後那條片呢就大約是35分鐘然後就完了。它下一 part 呢就有一個位置是讓你油下顏色，然後 scan 你油了顏色那幅畫上去個 screen 那裡，但是真的很少咯，完全滿足不到我的 expectation 啦。亦都之後好像這一 part 之後有一個小小的文字展覽之後，就已經是收回這個 part 咯。我是極其失望，因為呢我第一次在香港的展覽看的時候呢，我對於梵高呢可以說是沒什麼認識啦，而他在那個香港的展覽裡面呢，他是會用一些文字啦，用一些他的畫啦來到做一些轉折，去告訴你聽他當時畫這幅畫的心情是怎樣。因為其實梵高的每一幅名畫呢都跟他當時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香港的展覽他有做到這一方面的解釋，令到你更加知道梵高有一個怎樣的人生啦。但是在這裡他就只不過將他不同的畫用一些 effect 去串連它，然後做了一條半個鐘的片就完了啦。跟住我是超級失望，如果我真的要給$13進去看的話，我想我真的會要它回水，我是超級失望。假如你沒有買 York Pass 的話，我是不建議你給$13進去買。我隨後呢在 Instagram 的廣告裡面呢，我看到還有一個除了 York 之外還有一個 City 它是有做這個展覽的，即是他在個廣告裡面呢會 show 到他有一些真的實在的展覽 rather than projection 啦，可能一些立體的太陽花這樣。但是呢在 York 這個是完全沒有，我不知道他那個畫面是不是在另一個 city 的那個展覽啦。我覺得這個大家真的如果有 York Pass 你才入去，如果你真的沒有呢，我是完全不建議你去 York 這個，可能你可以試一下另一個 city 的，但是 York 這個真的令到我非常失望。之後我去的這個地方就是為何我要拍這條片的地方，它呢就是一個叫做 The Dungeon。 為何要特意拍片講這個地方的原因是呢，這個景點是不可以拍片的，所以我是完全沒有 footage 可以放到進去這條片裡面。它裡面是做些什麼的呢？我本身以為它是一個關於地牢的博物館，但誰知我入到去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它是鬼屋咯。還有它裡面是有演員的，我後來就上網看它的網站介紹，我就發現原來它當中呢每個房的主題呢都是講緊一些不同的英國歷史的。我覺得很正的東西呢就是因為它 surprise 到我，因為我一開始以為它是一個博物館，誰知原來它是一個鬼屋啦。雖然現在你已經知道了它不是一個博物館，是一個鬼屋，但是我覺得呢那些演員是做得很出色啦，也都跟你有交流的。所以即使你未完全聽得明他所講的英文，但是他的身體動作、肢體語言呢都會令到你明白他究竟想表達什麼、講什麼。所以呢就基本上是一班人一起笑一下、一起驚一下、一起被他一些 jump scary 嚇親，因為我是超級怕 jump scary 的，他會無緣突然大嗌、突然熄燈，這些東西呢就是令到你覺得好玩又怕的地方。咁仲有佢每間房入面咧都有啲機關係令我覺得好有趣、好得意嘅。咁所以即使咧係$17.95咧，我都覺得大家一定要去。如果你有 York Pass 嘅咧，一定要 book 呢一個 The York Dungeon。咁下一個地方咧就係、是、一個維京嘅博物館，這個、呢一個咧係大家都聲稱係 Moscow 嘅博物館，但我就唔係好明白點解大家咁講啦。是很多人去，即使你上網 book 了時間你都是還要排隊的。但是裡面的公仔呢是有一種很舊很污糟的感覺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營造回當時那個年代的人就是這樣啦，所以他特意做這件事出來。其次呢就是其實你不是很聽到他的解釋，因為他那個坐那輛車那個喇叭就是在、你的挨住背後的耳仔旁邊啦。如果你有時烏前想看那些人仔的時候呢，你已經離開了那個喇叭，你就聽不到他說什麼。對我來說，一個又是用眼看的景點啦。還有他呢
都係比較細嘅。佢一入到去有一層講關於個地下掘到啲乜嘢啦，然後有一啲介紹啦。之後你就已經上車，遊一個圈之後咧，你又再有一個細細嘅地方，又再睇一啲介紹物同埋一啲展示嘅物品啦。然後就已經係 souvenir 嘅位啦。作為一個博物館嚟講係比較細嘅。如果你有咗 pass 咧，你都可以 book 個時間入去睇一睇啦。畢竟維京人嘅歷史都係好似喺英國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但如果你要特登俾錢咧，咁我就有啲保留啦。咁你就自己判斷啦。咁下一個地方咧就係 Castle Museum。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值得去嘅地方，因為佢俾我嘅感覺咧，就有啲似香港細細個去嘅歷史博物館，佢就真係英國嘅歷史博物館啦，就有曬住屋啦、玩具啦、衣著啦，又有一條街啦。咁即使好似我呢啲咁膚淺嘅人咧，入到去咧，你都會覺得哇，原來以前係咁噶，原來以前玩呢啲玩具啊，同埋都係幾適合影相嘅地方。雖然話歐洲好多地方咧都仍然保留住呢種歐洲式嘅建築，但係佢嗰度有嘅物品啦、啊，連同佢會做埋一啲人同埋衣著咧，都係符合翻當時嗰個時代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就係佢比較特別嘅嗰個位啦。咁而 Castle Museum 隔離咧就有一個 Clifford Tower 呢個咧就係我自己成個行程入邊咧第二中意，因為第一中意係登頓，第二中意嘅地方，因為我自己都一開始有講啦，我係一個中意睇自然景觀嘅人啦。當你行完一個非常非常之長嘅樓梯之後咧，你就會一覽無遺 York 嘅景色。咁當然因為我嗰陣去嘅時候咧係夏天。夏天的日落咧係差不多九點十點啦，所以我就冇辦法看到當時的夜景。最後咧就想講埋 York Pass 咧，原來仲包一餐晚飯嘅。咁其實咧，除咗晚飯之外咧，這個 York Pass 咧仲包含咗一個免費嘅導覽巴士。那個巴士咧就係好似香港啲開篷巴士咁樣啦，就不停沿住成個 York 喺度遊走，然後你就隨時喺嗰啲點度上車落車，就方便你去每一個行程嘅。咁最後咧就想講一講咧，其實呢個 York Pass 咧以兩日嚟講咧都幾抵嘅，有幾個地方咧我都係覺得值得，就算要俾錢都入去嘅。咁就包括 York Minster 啦、Dungeon、Castle Museum、Clifford Tower 呢四個地方咧，我係非常之鼓勵大家去嘅。咁所以淨係呢四個地方，再加埋搭一個巴士，同埋再加埋夜晚嗰餐飯咧，就已經係81磅啦。咁我個 pass 就係70磅，咁都比起分開買咧都平咗10磅有多嘅。當然如果你唔食呢一餐飯啦，唔搭呢個巴士，或者有啲行程唔想去咧，其實呢個 pass 可能對你嚟講就會比較冇用啦。相反咧，如果你第一次去 York 啦，比較想了解一啲關於佢嘅歷史啦，咁你都會想去埋Yorkshire Museum 同埋維京嘅博物館嘅話咧，咁呢一個 pass 係絕對值得嘅。咁因為我自己最後咧去曬我啱啱所講咁多個景點嘅價錢咧係125磅，咁所以比起70磅呢一個pass 咧，的而且確慳咗好多錢嘅，所以我就覺得大家可以隨住呢一個 pass 嘅價錢去好好安排一下你自己嘅行程啦。好，咁今次咧就講到呢度先啦，下一次咧希望可以 upload 到巴黎嘅片啦，因為10月嘅時候我去咗巴黎啦，亦都有一條短 vlog 可能會喺之前出咗先，因為比較短 vlog。短的 vlog 比較容易剪如果有什麼問題呢都可以在樓下 comment box 度問我啦，那我懂答都盡量解答啦，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我都不是懂很多東西，所以為什麼之前很多片我都不說話，就是這解，而且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很厲害說話的人啦。很多謝你看到來這裡，希望我這條片沒滿足你啦，下次見，拜拜。好難啊，說話真的好難啊。